梦想小小龙哎，又回来了，我是小月。我是小龙。今天有在下雨，我们就在天窗下面，所以大家不要介意那个吧嗒吧嗒的声音。好，上次不知道有没有别人看到我们拍那个续集的，其实是一个错误视频，是我们的一个练习。是，然后呢，小月手抖，不小心把这个给发上去了。所以，对不那就起。不要介意那个视频。好。拍的也不是特别好，就是，好吧。我们也会弄一些 trading，也就是交换宝可梦卡。小龙的卡，我们的宝可梦手册。小伙子，雨停了，好吧。下面也下了不到1分钟了，这是什么？你吧。得，那还是一样，当着你的面抽。一、二、三、我还没开始。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七，二、好吧。三、四。只能上你喽。好的，赶紧把最后一个放上去啊！我就只能上上这玩意儿了，这太强了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想炫强吗？哎呀，不过真的是太强了呀！我们这几天都没有，拍，对，所以今天专门给大家录一个。好，而且明天就是新年了，所以我们先提前祝大家新新年年快快乐。乐，万事如意。要是中国人不过羊年的话，那么就有点儿。也提前给你拜个年。虽然是2月份，不过。我们住在南非，所以我们过羊年。的，神奇的盒子，打开之后会有很多标签的。哦，对，硬币。还是我发，不准给我抢，行。头还是尾？头。好吧。三、二、一，雷声，雷雷云，微弱的光照，打多少？30。有没有特殊效果？我看看，有，什么效果？拿找到一个电系，宝可梦。不是，电系能量卡，然后放在你的精灵球中的任何宝可梦。可惜我们是不按照那样玩的，对，有点可惜。
好吧，你不能我吧？打不了，所以最终还是被磨死。好吧，白送一个。能量卡、奖励卡，这还行吧。对了，大家想不想让我做一个 ASMR 的那什么？视频。对，就是 ASMR，也就是听着特别舒服的那种。然后我们今天来拍三个视频，就可以做一个。好的，下一个宝可梦。女孩子，你不行。那就你吧，速度攻击，他是我第一次用。小龙好像以前用过，然后上次他把这个卡转给我了。好的，放电，还是一样的放电。好的，还是原来的攻击。好的。等会儿我的一个。这个，来吧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。没想到不用宝可梦换都把它拿来了。进化，好吧，好了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不磨了，其实，完成，再次进化。太烦了吧。当当当当！好的，一样的攻击，其实不值当的。我砍你，好然的。后呢，我再把它收回来，那是 retreat，就是把它收回来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要收回来就要拿掉一个能量卡，不过这个特别好，不需要拿掉任何能量卡。不过那他的这个也废了。你说，三二等会儿，我没想好。三二一，咬你！好的，继续。然后呢，我是声波的潜水，你这潜翻译的，波，又开始下又雨开始了。下雨了。好吧，好吧。那我们说话声音尽量大一点哈，让大家听到了，那不是雨声，而是我们的话语声。对，打我二十，雨雨，下大了，好吧，继续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它省略了，好吧，这又是下雨又是出太阳了，这是应该会有彩虹的，好吧，就选你了。哦，奶油，这本来就是我，又小了，进化，好好的，的，一进样化成的，功。好吧，一样的规律，一样的节奏，没有任何。要是呢，我能，看来是不行了。要是我能把它磨，我本来想说，要是我能把它磨死的话，可是不可能了。然后呢，我没得球，砰！死了！上谁呢？就选你了。
它是靠运气的，要是是尾的话，它这攻击就几乎为零，还真是尾。我打雷电球，你要当他们面吗？这是我拿的他们临终奖励卡。好的，死了。不过我们打两回就变成被动了哈。没看，是。我用强力的扔起来了。好的。我们打两次，所以我就不能万击倒。继续吧。这还能用吗？你要废了。打你八十。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再用第二招式。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好。然后呢，我用这个吧，还是输了。好，那行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喜欢记得点个关注哦。